李小姐专程从彰化来的哦。还有什么人去这边吗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行通丰台球会精神团万里，保佑众人大家哩身体健康无紧紧，平常吉祥来滴在你咯。啊，人讲呢，一生参修八方香，平平新闻保安定。
早晨先叫来请求四季平安过前程，五福临门添财丁，六合同村又一天，七七造化万里情，八仙跟随来庆功名，九如吉祥临时庆。招到咱今日来参观的好朋友，会当有到咱的卢主席四福保庇之下，大家拢会当习惯烟花办大天了哦。当然不是跟咱卢主席圣诞先去的时阵嘞，先来个到咱来跟咱的卢主席参观拜拜。欢迎咱嘞散步过、骑车过、开车过时阵哦，那会当来个到咱的庙内来跟咱做红地，跟咱卢主席加交流。交流愈侪，保庇就愈侪，因为遵循束缚就愈侪了啊！所以呢，我们来听众和朋友常常呢来到我们的离谱大人这边呢，多来泡个茶了啊！好嘞，那呢 ，Candy 带你书包去继续来个睡觉啊！哎，项目如何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，一首大家朗朗上口、耳熟能详的一首歌《沙漠骆驼》，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来。我穿越这片沙漠，找到寻找的自我，身边只有一朵骆驼陪我，这片风儿吹过，要被云儿飘过，突然之间出现爱的小孩，我画上沙漠之舟，陪你守越多沙漠，守住爱我这一壶烈酒，漫长不到悠悠，说不尽喜怒哀愁，只有那骆驼奔忙依旧。我仿佛看到他在那里等候，想起了他的温柔，奔跑着我的胸口，迷失在昨夜的那壶老酒。我穿上大头皮鞋，跨过林边荒野，我仿佛穿越到另一个世界。他笛声都要倾斜，那地依然重叠，突然之间飞来一只蝴蝶。
上感谢，多谢你，谢谢。谢谢啊、哦！那么呢，我们今天呢，本团呢是由我们的彰化，哎，也是小妹我为大家来服务了啊、哦。所以呢，那你这方面哇，全台湾省都有。是的。听讲你嘛捌飞飞过外地，哎，爱国最贵奖子耶，哎，都有可以举办我们的盛会了啊、哦。所以呢，那你啊呢，那你表来呢，还是咱出来呢，我们还是要大型的、中型的、小型的，那你娱乐这方面，那你好朋友呢，然后当收到你的金卡来舞台后边边哦，来给咱的 DJ 索取宝岛宝的名片哦，携带非常的方便。我们的节目呢，绝对安排。最赞的姑娘来到现场，我们不只有歌青小姐来献唱歌曲以外呢，当然呢，我们有魔术秀啦、人妖秀啦，还有我们的钢管辣妹秀了哈、哦。节目应有尽有，一定会让我们现场好朋友呢看得开心、看得欢喜了哈、哦。我是要让你这波的好朋友呢，电话0938577713哦，家己的电话号码喊那个七二幺幺美金哩哈。卖啊那个啦，太我笑了。对对对，有需要的呢，可以来舞台后面索取宝宝的名片。等会你去休息一个卡关，找囡仔白山上个领导，好恁使用啊。唱歌好恁听，绝对无做 O A 哈，因为我的年纪还不到。我无咧做妈妈桑，对对对，所以呢，我嘛咧见到好朋友，我咧变做啊，为爷爷个为大家来做阿伯做，好不？哎，这次做感谢咧，见到我好朋友今日咧半价公里，这次代表咱咧去水利馆，伊就成为咧，而且嘛招呼到咧见到位好朋友啦啊！中秋佳节愉快，端午哦，端午。我知你是做这姐妹过来呀，大哥你要讲，我是是希望讲，想到我爱故意讲唔对，你敢知？以为希望中秋节再来一次？不是啦，我是惊我然后大家无注意咧看到咱舞台顶。嘿，嘿，那我若讲唔对时，大家就要我纠正的时候，伊就我怪。嘿，嘿，因为我感觉我咧讲话时，敢若有诶人敢若无啥咧注意。是吼、哦。嘿，所以这是外国语。啊，底下在我的车上。哎、欸，包包里面就有了我的名片夹啊、哦！好，谢谢了啊、哦！所以呢，那呢，底下呢，预祝哦，我们现场好朋友啊、哦！明天呢是我们的中秋节，祝福大家端午节哦，端午节快乐！我那一点中秋啊，你还想要烤肉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为什么？我是特别喜欢中秋嘛啊、哦！你还喜欢烤肉？啊、端午啊、哦，好霸掌，因为呢，无啦，因为霸掌都讲完。嘿，哎，对对对，我感觉端那个端午节敢那过啊，吼，我已经吃差不多两礼拜霸掌。哎，对，好啦，祝福大家了啊、哦！端午节愉快了哈、哦，终于对了哈、哦！而且呢，嘛就着咱生活跟另外好朋友了哦，会当身体健康，食个哩啊哩，富贵又乐来过日子，子孙又好，等我收，大家都会当过了无忧愁。今日我来吃个辛苦，咱的中破西姑了哦，咱就咱 B B 可盖加油了哦，嘛跟您讲一声辛苦了，谢谢你。好，那么呢，再待会两首歌曲，那么来邀请到咱的王祖奇，还有舞台来跟咱的跟另外好朋友来说一声感谢了啊、哦！让我们的王祖奇稍作准备了啊、哦，还继续安排天地好听的歌声，还有当地经历，请给大家，谢谢。你敢在我身上给咬我？太了，你有喝吗？没有喝，就是没喝才会这样哦。是这样的、哦。人生路途啊，可否你阮啊，一切命中注定，今生注定啊，痴情的缘分啊，袂当甲你牵手行，一段情就不会来拆散。你该向谁去旅行？
跟好朋友就对了哈。好，相信我们好朋友呢，也都非常喜欢这样的抒情歌曲，比较用到真感情哦。有些路冬啊，好歹伊温啊，伊生命就注定有一段缘啊，亲像烟波啊，袂当甲你牵手行，一段情就不会再结束。服装这一首歌曲咯，嗨，自由自在，谢谢大家，哇。Come on.